自从2018年的最后一天，玻璃镇公所也伫玻璃镇的仁爱公园举办跨年晚会，陪伴镇民来迎接2019年新年的来到。对暗时7点开始，就一连串精彩的歌舞表演，热门乐团的演唱，伫电音趴带动唱，也将现场气氛带一高调。伫玻璃镇长廖志祥的率领之下，和玻璃镇民伫咧欢乐的气氛当中，来迎接新的一年。为暗时的7点开始，玻璃镇仁爱公园闹热滚滚，包括国小、社区、舞蹈社、热门乐团等单位，带来一连串的精彩表演，陪镇民来同乐。时间来到暗时的11点，跨年晚会气氛由电音乐团用上界热门的电音，带民众进入最高调。随便跳。我烧一杯，品尝你的美，留下唇印的嘴。2018年只剩半点钟，玻璃镇长廖志祥率领公所团队，还有立委马文君、蔡培辉，真侪位关议员、镇民代表等人，一同来祝福大家新年快乐。在这边非常感恩感谢今天晚上所有的赞助单位、表演单位，以及我们埔里所有的乡亲，共同在这边共度一个美好的跨年晚会。祝福我们新的一年，市农工商都能平安喜乐赚大钱。2018，不管咱是什么款的情形哦，都是过去的。2019，祝福大家新年快乐！谢谢。我们在台湾之星埔里迎接新的一年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祝大家心想事成，万事如意，新年快乐！最后，在玻璃镇长廖志祥的带领之下，欢送2018年，迎接新的一年。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新年快乐！在玻璃镇公所用心的安排，6点钟的精彩跨年晚会节目表演。带上千位玻璃镇民庆祝2019新年的来到。记者黄宏坤采访报道。